那你就得这个，在游戏之中，你得上在线儿。折磨你。为什么没声呢？喂，Hello，Good morning。全军出击！那《梦幻西游》贼恶心人，你知道吧？假如说你这个用脚本啊，你整点钱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把你钱给你扣了，你还钱还得是付的，你知道吧？给你让你得补回来，你得补回来，要不然啥也不让你干。你应该是 F6 开应该。武器呢？那我们就练练补刀吧，既然这人没了的话。干嘛去了？掉线了？蓝光十 M， 我咋没有呢？那前期咱就拼不了了，这小子掉线了。插个眼儿的。看见艾克了，给我看了！你们这，这确实有点厉害啊，这四分钟跑上来，给我跑上来三个人。还好是武器大师没拿到人头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应该再出个多蓝剑就能好打一点。上一波相当于一换一，可以接受。我们死。
么快啊？呀，这波不应该，我操，这人他妈最后开一技能。可惜了，他买了个小短剑。这不行了，这得等六了。哎呀，这波没拼过不应该呀，这波没拼过挺难受。算了，先杀武器啊，没事，先杀塞拉斯 ，nice， 这武器跑得挺快呀、啊。嗯，兵线先放在这里啊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去。好，我们放在这回家。马上下班有点盐，不知道武器有没有闪啊？我忘了第一波他越塔的时候交没交闪现了，好像没交。给我点到为止了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不行了，够呛了。算了，这玩意儿不厉害，我们来一个小皮孩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四秒，等一会儿。
这上路线儿挺难受啊。哎，不行，我这上不去。马上来，等一会儿啊。还要上吗？你这上不了了。干嘛？压力挺大呀，我发现呢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不敢单呢。我用大我就没办法跟他打了，我们得找一波有大然后有点炎的时候跟他拼一波。这移动速度稍微有点快呀、啊。他破败了，我打不过他了。他刚出来有个破败，我天哪！他一回家之前是一个小吸血，回家出来以后破败了，有点难搞。这把看来得靠我们家队友了。我要享有躺赢权。呀，这一层都没吃掉是有点烦呢。嗯，升了，也没人送飞机儿啥的呀，怎么升的呢？还行啊，这波中单没了，真是有点烦了，贪心了，这里头居然有个针眼，没想到。
这猫为什么下车了呢？我们来中收，然后呢，这怎么会有个传送在这里？我感觉这塞拉斯100%想上，你知道吧？晃晃悠悠的，这为啥不闪呢？这得闪，兄弟，这回头偷个大一个 R， 他得跑了，不行，这得闪。你为什么不先把这打了，然后你再让我一呀、啊？那没办法，这你硬给我，我就没招了。死耗子！我黑切了，装备还行，可以接受。小龙要不要过来中路跟队友传一波啊？太勉强不上了，我们拿小龙。打野怎么不来呢？我们先不上了啊！死了吗？这不是走位？哎，不行，这不能上啊！
哦，打我假猴，哎呦，太往上了，动啊，哎呦，这开眼好像不行了，他人有点多，他们家有点秀不动了。薅着不能上了，这薅着有点要翻的意思呀，你看着没有？不要太狼了。你怕啥呀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这薅着龙打不打？等我回趟家啊！算了，你们不打龙，我把上路守了。要不然这等级有点低。别怕呀，别怕别怕别怕，我们已经三条龙了，下条小龙他们必须得打。这小黄毛出一身的护甲吧，天哪，我都打不动他，他护甲比我都高。我操！为啥呀？因为啥呀？我多少血一下给我杀了呀？塞拉斯加上这个猫，他妈有点恶心人呢，我操！我得来个重伤给他们了。不用重伤，这是薅着有，不是冰女有重伤，我不出了，这么做。600多血，没有600多血，800多血好像，我半管这血一个亿给我溢没了。关键不是说咱有没有魔抗的问题，关键是他没有装备，你知道吧？他要真是装备挺好，有个巫妖那一个亿干我那多血倒也行。他还没装备，把这打了。好痛啊！我们保着这个耗着打啊，这波不往前冲。
俺们仨好像打不过他吧？啊，能打，还行，他没来。这得拿点银头了啊！这再不拿银头不行了，这就自己就没用了，薅着死了。龙没了，但是对面五个人全死了，还可以接受。死亡之舞了。整个秒表，下边团战应该能用得到。凯隐出了个死刑，那我们就不用出了，我们的装备给他留到这个春哥跟携手上面。这盯的不好啊，盯的不对劲儿。白盯没开起来呀，这团呢，这边跑的稍微是有点快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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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凯隐。凯隐的位置稍微是有点深呢，往这边，往这边来。这基本上就是拿下了，冲冲冲！六个人头，大龙，下掉小龙四十秒，算了，我回家了，不耽误时间了。这波兵不要了，我们赶紧来个大姐。小龙，我们大龙应该打个小龙不成问题吧？对面如果再来抢的话，这波应该一波了。我发现我运气是真好，每一回要打小龙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河蟹。
这咋又抢到了龙呢？这不应该呀。把吧，我估计这波我们可以干，死了就死了吧，这也没办法。我刮痧也没办法，你瞅瞅这小黄毛装备，你们自己看，冰心冰拳不假骸，我给你看看他护甲吧，265，完事身上还有个幽咪搁这加血，他比我攻击力都高，可能一会儿，你叫他护甲比我攻击力都高，我还玩个屁。850，我还怎么把他打死呢？我根本我就打不死他。不过刚才打的确实不好，我们家少了一个人，冰女没带。带，你让他带啊，不让他带，先扫一下，吓唬吓唬他。冰女大招也很快的，没事，这波武器被抓了其实很致命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凯隐被抓了也挺致命，快推快推快推，哎呀他没死，这武器18级，复活时间50秒，特别的致命。推了，这时候不推啥时候推呀？保护一下耗子，快快快保护一下耗子，可以，这一波了，来来来，一波一波投降，破产了，没办法，尽力了，杀不到，最后两。